来阮金东方太祖宫来遮还请的朋友，绝对是至亲好友。讲吼，心诚亚人是代表咱每一个人对新年一个敬重。今年清明节，保庇咱每一个人家庭需要一切顺事。我恭祝咱金东方太祖宫啊，咱中华万岁，圣诞千秋，千千秋。丽华叠加，代表咱金东方太祖宫，感谢大家的莅临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，太祖公。